一首 Come on the way 居然能让队友不远千里相救，一句你这么强的吗？来看今日投稿。三炮，可不可以开车过来撞我一下？问题不大。啊，你这车技真的是，这下还得麻烦二号过来。我丢，兄弟们，这车技恐怕轰炸区看了都得摇头吧。加一个，只要输入五朵玫瑰艾特你喜欢的人，就会出现玫瑰花语，而且还有点赞会变成玫瑰花哦，赶快去试试吧。真的假的？我也来试试。五朵玫瑰发送，还真的有满屏玫瑰啊！兄弟们，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。看完这一个，谁还记得以前的抛物线可以把人绊倒，子弹还能冲击，还有以前的绷带模式，不仅可以把队友变成木乃伊，还可以把别人给勒死。下一位，我想挑战一下我的软肋。啊，这我丢，这痛苦他们承受不起啊，还是我来代替吧。哦，对了，兄弟们，这水上面为什么有盒子，你们知道吗？下一个。救救我！我捡到信号枪了。咱队友倒了，要不要去救？队友在军事基地呢，咱在 Z 城，隔了十万八千里，救个屁呀、啊！爱你孤身走暗巷，爱你孤身走暗巷。这队友唱歌好 low 啊！啊 ！Come on the way。不对呀、啊，兄弟们，我记得前段时间暗号不是爱你孤身走暗巷吗？难怪我上次唱孤勇者没人搭理我，丢，这他喵的什么时候换了暗号也没人知会一声啊。